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 2。过去一年，韩国乐坛风起云涌。闪耀新星相继出道，勇敢挑战冠军舞台。精英歌手踏上单飞旅途，音乐巨人再次旋动乐坛核心。K-pop Power， 星期日下昼5点到6点，大韩旋风周旋，韩国乐坛年度大事总结之章。嗰年阿仔因为交通意外离开咗我哋。而家我哋仲好挂住佢，因为阿仔讲过支持器官捐赠，我哋成全咗佢个遗愿。阿仔嘅爱心帮助到有需要嘅病人，我哋成家人都好欣慰。支持器官捐赠，立即上呢个网址 www.organdonation.gov.hk 登记。屋企人嘅支持都好重要噶。每首歌曲都会有它的命运，有些歌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发出闪耀的光芒，亦都有些歌一路等着我们去发掘。今晚就等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暂时放低手上繁琐的工作，享受4小时的音乐旅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陪着你的是秋旋。凌晨2:05，多谢你选择收听今个晚上的轻弹浅唱不夜天。2016年1月2日深宵，星期五，你哋好吗 ？Happy New Year， 我系秋旋。记得咧，上一年我在2015年的时候咧，第一集开麦的轻弹咧就是1月3日的深宵啦。咁今年就提前一日。究竟几时轮到边一年可以好似子龙咁样，可以同大家点唱啊，打电话入嚟啊，倾偈咧？睇嚟要搞多一段猪嘅时间先至有机会去到嗰一日，系咪？今晚冇打电话嚟啊，今晚冇噶。新年快乐！唔知道你2016年咧，可能隔咗都叫做2日啦，而家叫你有冇谂过自己回望过去咗嗰一年，自己究竟系点样度过嘅咧？然之后，通常我哋回望过去之后，我哋就会展望一下我哋嘅将来。又或者你会同我一样都觉得新一年咧系好平淡咁，哦，突然之间就跳咗一日，我2015年就迈向咗2016啦。自己嗰张目标清单咧，其实都未正式去写嘅，又或者系未去谂，甚至乎你仲喺度反省紧，其实过去一年咧有啲乜嘢自己系做得唔好嘅，并且有好多好多嘅烦恼陪伴咗你去过年。今日晚上秋旋在轻弹浅唱不夜天的 Facebook 上面等你们，将你们新一年的回望过去展望将来告诉我。凌晨两点睡，睡到一点，怎会一息之间归于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和你若不。
自己，除非这繁星都是停在不起一刻心醉梦死，如我再荒岛里相识你，便没法再错过得起，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凡火花，沿途才能被逐转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突如骑着梦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山崖，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另叫到三亚，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新嘅一年继续不变嘅是秋旋嘅轻谈，希望都可以在节目的开始和结尾都会找你一些电影的 soundtrack 作品。今年第一炮揀你的是两个人的幸运，来自电影向左手向右走的主题歌曲梁咏琪。茫茫人海当中，两个人能够遇上的而且确是一种幸运，只是这种幸运能不能够珍惜并且变成幸福呢？曾在我心明深刻骨经过，我脑里记忆录早加播，留住你的美好身影都不错，无奈最终再不可一起过，与你爱过从未算枉过，回望我便发现同道过这么多，共你分开飘冷这么人事要变，我以最真的画面于你面前见证过去如落印不变，深刻珍惜过的诺言，永远将青春也感染，全赖你令我实现，如梦被爱丰富地留恋。错过了你我仍期待，错过了你更懂得爱，从头爱恋大时代，从
哋嘅两个人的幸运之后，有吴日希，高嘅名字错过了，系佢初出道嘅时候一首音乐作品。新嘅一年开始咧，我哋总系希望自己会有一啲转变嘅，虽然其实只系时针稍稍咁向前行咗一步，其实同平时嘅时间嘅流逝嘅速度系冇乜分别嘅。我哋总系希望自己新一年咧，起码可以有啲进步，起码唔好再拘泥于过去。在世上也全天真，不顾别人那日和你亲近，一把当天需要的声音，说每句你都心灵震撼，像巨浪扑在吹淘波心，逼波倒影叫白云向下。王庆平，话唔定咧喺圣诞节去到元旦，你经历咗好多好多嘅庆祝活动啦，有好多朋友喺你身边，支出咁转，然之后准备要收拾心情啦，假期就结束咗啦，你先至发觉原来自己依旧系一个人。午夜时，沉寂一片。人在这漆黑曝光，我独尝人生那伤心结果。这浪人随遇漂泊，时日艰苦不易过，困倦时只有一声嗟叹，天也不爱我。我通通只有假象，过
唯有心笑中一个人，为了沧桑的痛苦经过，一生都落魄，也没有奈何。唯有心笑中一个人，愁对悲欢的百种交错，一生哭或笑，冷漠里封锁，不再属于我。寂一片，人在这漆黑曝光，我独尝人生那伤心结果。这浪人随遇漂泊，时日艰苦不易过，困倦时只有一声嗟叹，天也不爱我。我通通只有假象，过去有几多风雨，仍然眉目里心锁。唯有心笑中一个人，为了沧桑的痛苦经过，一生都落魄，也没有奈何。唯有心笑中一个人，愁对悲欢的百种交错，一生哭或笑，冷漠里封锁，不再属于我。唯有心笑中一个人，为了沧桑的痛苦经过，一生都落魄，
杰的心宵中一个人，跟着吕方同是寂寞人。你未必是因为街市过后而感到寂寞，因为突然之间由好热闹的环境走到去很安静的时刻，反而可能是其实你可能都是一个不嬲都独来独往的人，正正是因为平时都独来独往惯了，有阵时都好想将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另外一个人听，又或者好想有一个人将自己的故事话给你知。今晚上周旋在轻谈线唱不夜天的 Facebook 度等你留言话俾我知，你的故事，你新一年有咩计划，又或者有啲乜嘢你希望新一年系可以戒咗佢嘅。当然包括你哋想听嘅歌，你哋嘅点唱啦。活着大梦，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是运你偶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赴，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比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我多日前往，你却在望外看。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烈日，我心已伤。我多日情望，你却在望外看，始终不释放。连续两点半钟的是校长谭咏麟《爱情陷阱》。活着大梦，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默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疯，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比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我多日情望，你却在望外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烈日，我心已伤。我多日情望，你却在望外看，始终不释放。我多日情望，你却在望外看，始终不释放。你笑笑看看我，像是望着烈日，我心已伤。我多日情望，你却在望外看，始终不释放。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骗我遇上。凌晨两点半，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在北角月华酒店外面拘捕一名怀疑滥收车资的士司机。47岁的士司机深夜在中区威灵顿街接载乘客前往月华酒店，原本大约60元的车资，司机收了200元。司机载客之后未有。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一将会会见司法部长林奇，讨论以行政手段加强枪械管制。
奥巴马发表每周录音讲话，指收到好多家长、教师同儿童的来信，关注枪击暴力事件，他不能够袖手旁观。报道指，奥巴马最近已经指示白宫团队研究可行措施，加强对买枪人士的背景审查。美国近年不断发生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奥巴马曾经多次呼吁收紧枪械管制，但在国会被议员阻挠。比利时调查人员再释放三名在星期四被捕的疑犯，当局早前指他们计划趁着除夕在首都布鲁塞尔发动袭击。警方星期四搜查布鲁塞尔以及周边合共七个地点，包括穆斯林聚居地莫伦贝克，扣查六个人，其中三人已经在同一日获释。当局在经过一日调查之后，星期五将剩余的三人释放。在恐袭一霾之下，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及法国巴黎都取消原定举行的除夕烟花汇演。美国已故著名爵士乐歌手 Nat King Cole 的女苏宁歌手 Natalie Cole 因病去世，享年65岁。 Natalie Cole 在几年之前因为药物和丙型肝炎需要进行胰脏肾脏移植，她因为并发症引发心脏衰竭，星期四在洛杉矶一间医院逝世。她生于1950年，同爸爸一样拥有动人歌声，她继承父亲的衣钵，自小就同爸爸合录歌曲以及在电视节目表演。去到1991年，他透过混音技术和已故的父亲超越时空对唱 Unforgettable， 赢得六项格林美奖。唱片销售达到1400万张，他曾经在2010年访港举行演唱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以及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河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数码3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现在是好小事街头访问。今日排队搭巴士好晒啊！我见到前面有个妹妹晒到扭计添啊！我就用个书包帮佢遮住个太阳，佢仲望住我笑啊！参与同分享好事日记活动，每日做件小小嘅好事，写低小小嘅好事，咁大家就有福啦！日行好小事，人便有福了。每晚深宵两点到六点，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陪住你的有秋旋。心与伤心，那细碎。
2:38，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轻谈线上不夜天，欢迎普通话台以及 DAB 31嘅听众加入我哋。我系嚟自二台嘅秋璇，多谢你哋喺轻谈嘅 Facebook 上面同我讲 Happy New Year， 你哋都系啊，新年快乐！听过有关淑仪《再会》。你回望过去，展望将来，有啲咩系带得走、带不走嘅？无奈是万分不得已的等待，无奈是共你心爱却分开，到终于你也应知道，我心中在等你回来。期待与望向飘飘那沧海，原来离别方可知爱的忍耐，原来离别了不免有悲哀，或许不惯有风风雨，却知生命总有际遇，和你明白爱一生也不改，陪你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痛悲，在心中你我的
再紧紧靠一点。心爱于心内，原来离别了，只觉爱精彩。愿彼此永远的相爱，靠真心定可到未来。和你明白爱一生也不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痛悲。在心中你我的天地，是永远挚爱不抛弃。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点，来寻觅孤单的勇气，陪你来承受分开的痛悲。在心中你我的天地，是永远挚爱不抛弃。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点，期待明日再紧紧靠一起。张学友，等你回来。确信一个人是你这一生所追求的终极幸福，定还是相信自己冇办法被对方所带来幸福？边一样你觉得系喺2016年仍然系咁难拣嘅咧？等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光良，第一次。无论边一年，你都可能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幸福，又或者可以为某一个人送上幸福。有一种幸福，可能就是朝头早起身的时候，你见到他依然守候在你身边，然后祝愿往后每一日都是这样。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生了重。从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张卫健，身体健康。倘若你身体健康，你才可以成为你身边人的天使，为他送上好多爱。灰灰暗天，云雾里赤脚踏遍，没有尽头，再抱怨也没人爱。
同情心有日变改，沉沦在这个乱世，我独个在仰望，再没期待，要努力活在这时代，一心要跨到我未来，能洗去心中被爱替我解开，祈求天使爱双手未放开，祈求天使爱苦海内救灾，人人充当天使送暖赠你爱，你再也不要怕，幸福够照耀万人，点起暗灯凝望你两眼，望见没有乐园，闭上眼也未能笑，孩童心有日变改，同行在这个乱世，我共你在仰望，继续期待，要努力活在这时代，一心要跨到我未来，能洗去心中被爱替我解开，原来相信爱等于再喝彩，原来相信爱心中照花开，人人充当天使送暖赠你爱，再痛也不要怕，以泪水灌溉，齐祈求天使爱双手未放开，祈求天使爱苦海内救灾，人人充当天使送暖赠你爱，你再也不要怕，幸福够照耀万人，再喝彩，原来相信爱心中渐化开，人人充当天使送暖赠你爱，再痛也不要怕，以泪水灌溉，齐祈求天使爱双手未放开，祈求天使爱痛苦中伤口都掩盖，答案是挚爱，再苦再痛幸福够照耀万人，梁汉文天使爱。睇翻咧自己喺上一年2015年第一集嘅歌单，我揀咗嘅系一套日本电影嘅主题歌曲。时间一年之后，我希望再播翻呢一首歌曲，一样都系送俾保全叔。秦基博电影《Stand by Me》哆啦 A 梦嘅主题歌曲《向日葵的约定》。どうして君がなくなまだ僕も泣いていないのに自分より悲しむから辛いのがどっちかわからなくなるよガラクタだったはず今日が二人なら宝物になるそばにいたいよ君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が僕にあるかないつも君にずっと君に
要老呢一句说话，可能系过去一年我哋成日都会谂起嘅一句说话。呢一首主题歌曲《向日葵的约定》，里面唱紧嘅系一种喺闪耀嘅未来，尽管我哋有一日都一定要分离，但系我哋唔会忘记我哋互相许下嘅一个约定，一定会永远守护你，因为你令我明白咩叫做幸福。君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が僕にあるから、いつも君に、ずっと君に笑っていて欲しくて、ひまわりのようなまっすぐなその優しさを、本当の幸せの意味を見つけたから、一年过后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成长啊？有没有变得比过去的自己更加坚强呢？向日葵的约定，陈基博。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一将会会见司法部长林奇，讨论以行政手段加强枪械管制。奥巴马发表每周录音讲话，只收到好多家长、教师以及儿童的来信，关注枪击暴力事件，他不能够袖手旁观。报道指，奥巴马最近已经指示白宫团队研究可行措施，加强对买枪人士的背景审查。美国近年不断发生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奥巴马曾经多次呼吁收紧枪械管制，但在国会被议员阻挠。德国官员表示，已经再没有任何迫切迹象显示慕尼克将会受到恐袭。当局已经将早前关闭的两个火车站重开，列车恢复行驶。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克尔曼强调，当局是收到确切情报，指伊斯兰国分子会向火车站发动袭击，因此有需要关闭车站进行搜查。警方负责人说，正是追捕五至七名相信是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疑犯，警方甚至收到这些人的名字，但未能够确定他们是否身处慕尼克，又呼吁民众如常生活。法国南部城市瓦朗斯，一个男人揸车撞向四名驻守在一座清真寺外面的士兵，造成两人受伤，包括一名士兵，司机中枪被捕。瓦朗斯市长说，当时有很多信众抵达清真寺准备参加祷告，那个男人两度揸车冲向士兵，士兵向汽车开枪，打中了司机，他受重伤但没有生命危险。一名士兵的脚部受伤，另外一名72岁信众被流弹击中，当局正是调查司机的动机。法国巴黎发生连环恐袭之后，当局派军人加强驻守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以及宗教场所。美国已故著名爵士乐歌手 Nat King Cole 的女儿苏灵歌手 Natalie Cole 因病去世，终年65岁。 Natalie Cole 在几年之前因为药物和丙型肝炎需要进行肾脏移植，她因为并发症引发心脏衰竭，星期四在洛杉矶一间医院逝世。她生于1950年，同爸爸一样拥有动人歌声，她继承父亲的衣钵，自细同爸爸合录歌曲以及在电视节目表演。去到1991年，他透过混音技术同已故的父亲超越时空对唱 Unforgettable， 赢得6项格林美奖，唱片销售达到1400万张。他曾经在2010年访港举行演唱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系多云，初时部分地区嘅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会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以及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数码3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你有电工牌啊嘛？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星期五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秋雪。 Unforgettable, 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 though near or far.Like a song of love that clings to me, 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 Never before has someone been there. Unforgettable in every way.And forevermore, that's how you'll stay. That's how you'll stay. That's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嘅系好声音。Nathaniel 年幼嘅时候，总系坐喺爸爸嘅钢琴旁边，陪住佢一齐唱歌。有呢一首经典嘅金曲作品《Unforgettable》，喺原定嘅歌单
这个时间想播的是这一首 Hello